大家好，足底按摩疗法是我国传统的按摩疗法之一，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根据中医理论，足部是人体十二正经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的起止点，可以间接直接地反映人体脏腑的功能。当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时，在足部的反射区会出现压痛或触及到硬结。通过按摩足底反射区，可以消除气血运行的障碍，从而调节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足底按摩疗法具有诊断、治疗和保健的三种功能。下面我向大家介绍足底反射区的划分、足底按摩疗法的要领和常见病的治疗方法。下面向大家介绍足部反射区的划分。足部在人体相对独立，如果将两足相并，就会发现两大拇脚趾所支配的区域为头部反射区，两脚内侧为脊柱反射区、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在两足的外侧为肩关节、上肢带、上臂、肘关节、肩关节、上肢带、上臂、肘关节。在足底分布着重要脏器的反射区，下面介绍足底的反射区。颅盖、大脑、垂体、小脑、颈椎、眼、耳、上颈部的淋巴结、气管、支气管和食管、心脏、心脏关联区、胃、贲门、胰腺、腹腔神经丛、肾脏、肾上腺、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小肠、升结肠、横结肠、小肠、盆腔。足背部的反射区，牙齿、鼻、扁桃体、甲状腺、肩关节、肘关节、膝关节、气管、胸腺。足外侧反射区，头部、肩关节、肘关节、髂脊、臀肌、子宫和睾丸、阑尾、腹壁、肋骨、胆囊。足内侧反射区，头部、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骨、
膀胱、腹壁、肋骨、腹股沟淋巴结、睾丸。根据中医传统手法，结合足底按摩的需要，创造了八种手法，即压法、揉法、搓法、扣法、握法、捏法、勾法、旋法等八种手法，其中以点压法最为常用。压法是通过拇指的指腹接住所要按压的穴位，通过拇指的屈伸活动来完成。揉法是以拇指的前半部分接住足部的穴位，是扩大了的点压，揉中要带有压的动作，但又不能用指腹做圆周运动。揉法和压法的不同之处是旋压的力量较压法为大，是扩大了的点压，揉中要有带有压的动作，但又不同于指腹做圆周运动。揉法是针对较大的穴位，适用范围很广，如腹腔神经丛、肺、支气管、结肠等穴位。搓法是以拇指的前半部分接住所按压的穴位，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反复搓压。扣法分为两种，第一种食指扣法，以拇指、食指的指腹相对，中指指腹放在食指的指甲上，用腕部的弹力上下动作行点扣法。第二种是捏指扣法，五指并拢，用腕部的弹力上下动作进行扣法。食指扣击法，捏指扣击法，捏法是以拇指和食指分别放在两个穴位上同时点压。握法是以除拇指以外的其他四个手指抓握在几个穴位上同时用力点压。勾法是以食指做弯钩样，从上向下用食指端点压在穴位上。
旋法是以拇指和食指捏在穴位上做旋转样的压揉。自我按摩是通过自己进行自我治疗和自我保健的方法。他人按摩是指按摩师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的治疗性按摩。根据传统中医理论，足底按摩往往从左脚开始进行治疗。在进行足底按摩前，应在选定的反射区抹上一些油脂类的润滑剂，以免损伤皮肤。足底按摩的顺序，足底按摩疗法首先是从基本反射区开始治疗，然后到症状反射区，最后进行关联反射区的治疗。按摩的强度与时间，按摩的强度应先轻后重，反射区有痛感，以被按摩者能耐受为度，每个反射区按2至5分钟，大约30到50次，每次治疗时间为20到30分钟。在进行足底按摩疗法时，有以下疾病的患者不适合做足底按摩疗法：一、急性传染性疾病，如急性肝炎、活动性结核、梅毒、淋病；二、急性疾病，如高烧、急性心脏病、中风；三、肿瘤患者；四、孕妇及月经期患者；五、长期服用激素的患者；六、极度疲劳的人。